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E 流亡暗道，突然找不到东西可以上传，只好捡个废片假装频道还活着。第一次死亡原因，个人研判应该是笨死的。第二次死亡原因居然还是笨死的，我还以为是没药水被怪卡死。第三次死亡原因，我想亏给伺服器耶，可以不要还是笨死的吗？各位挖矿坑记得注意词缀，不然死掉扣经验跟硫酸很伤心的。这个矿我挖了4次才过啊 QQ。